你觉得什么脸型的男生比较受欢迎？长得帅的男生什么脸型都可以啊。具体举一个明星的例子吧，觉得朱亚文很帅，就是很有男人味的那种，就很帅。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呀？就朱亚文那样的。我觉得只要长得帅都很受欢迎。你可以描述一下吗？描述我比较喜欢圆脸吧，或者是椭圆脸的男生。我感觉跟脸型没有关系，长得帅就很受欢迎。你的理想型是谁？你可以说明星。我的吴世勋。我觉得吧，国字脸吧，比较喜庆。为什么？可能我感觉国字脸的话，因为男孩子嘛，感觉阳刚一点。你像瓜子脸的话，就更加适合女孩子。你像鹅蛋脸更也是很适合女孩子，就好像没有什么脸型可以去。方脸的话又不太好看，然后国字脸的话感觉就比较可以代表男孩子吧，我感觉也挺好看的。我这样的吧。你可以描述一下自己什么脸型吗？我什么脸型？就比较长的脸。为什么觉得你这样的脸型比较吃香？我不知道，他们都说我脸长，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挺圆的，然后还是小时候比较招人喜欢，因为小时候比现在好看多了。主要五官比较重要吧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比较喜欢我男朋友那种类型的。描述一下他的脸型。描述一下他的脸型。圆脸。